我是贾颂，那今天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贾颂。哎呦喂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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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又见面了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的频道会稍微热闹一点，因为又揪了我的这群好友来跟我一起拍片啦。那我们先来一个一个自我介绍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ex， 他是穿假衣机那个。对，我是穿假衣机那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aron， 这是节目效果哥，然后这个是节目效果哥的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凯文，他是搞笑节目哥 ，AKA 他是邓超不是？啊，大马邓超。之前因为之前上过影片，有人讲他像邓超。OK， 然后这个就是呢。OK， 开始。OK，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挑战，叫冷笑大挑战。化解尴尬的程度啦，就一尴尬就没有尴尬就像我尴尬。那如果那个人笑了的话，会有惩罚哦。那个惩罚是什么呢？由我们的 Aaron 来讲，就是裸跑。手机打针，对，没有错。所以那个输者呢，我们就会拿一个 marker band， marker band 叫什么？华语？彩色毛笔，毛笔。好了，管乜春啦，都不要问你们。OK， 那输者呢，我们就拿这个 marker band， 然后画在那个输者的手上，画一个点，贴着那个黑点，然后我们要开闪光灯，所以他一拍下去的那一瞬间，那个闪光灯会亮一下，你整个人会被电到一下了。哦，还有，对啊，这些搞笑的影片呢，我是没有看过的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马上开始我们的挑战吧 ，Let's go。鸡巴饭诶，你看内底有鸡巴饭，怎讲鸡巴饭？你也看内底真正鸡巴饭啊！今天你也看，不止鸡巴饭，我都要啦！对，很明显的有了啦。OK， 应该是热身吧？啊，放过你们啦。现在我们先讲好，要笑到哪一种程度才算输 ？OK， 讲诶，讲诶，你们 OK 什么？都还没牙齿？哎，不是，有声音就算。OK， 有声音就算啊，露牙齿就 OK 啊？啊，就。对啊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你没有发出声音就 OK 了，所以出声音啊 ，OK 了。你们赞同啊，出声音 OK 啊 ，OK。OK， 这样随意出声音的话就算输喽，好吧？出，该你们两个人都有出了，有人不到。可以啊，来啊，继续啊。来，我要收心。啊，笑完先，笑完先，快点笑完先。就搞要回来。哇，公斤就压贵了，跳我是无啦，干你哪有个不是？笑死我啦，这么点贵，啊，这款好啊，不给。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，来来来，三二一，都没有了。有，他吃了，他第一次没有感觉哦。好，难怪有，真的两次呢。有，这个吃了一次再吃了。其实我们都想笑啊，要等他笑嘛。快笑，不要！我想在这里跟你们分享怎么去看一只狗。你看我这只狗，你看是不是跟那看起来是不是洗黑毒？狗大小。谁的声音？谁的声音？我自己有点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哎呀！啊！我也量两次。啊！都拜我打手枪，还拍背风来。你怎么又笑我你？来来来，给两组。喂，哇，你是呆萌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有一次。哎，妈的，哪里放你下？直走灯嘞 ？OK， 直走灯嘞，干！干你娘洗澡不会？洗澡。
有点假伤心了。可是我没有出声音啊。我老你们讲出声音，我人车了，我没有出声音啊。抖一下这样吗？可是我没有出声音啊。可是凯文，这凯文直接把我们包底了。那这个不就是凯文的吗？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今天有台风哦，不要太靠近海边哦。哎，刚差点进去尼古塔，好险！ Rexa， 到了，你不要讲这么好一点。喂，你有时候做这种就是要啊，让自己没有笑啊。啊，太多了。海蜗牛有吗？有，没有感觉，应该是那个肉太多了。用你们最大的声音跟我一起来唱好吗？咿呀的嘀噜，咿呀的嘀噜，这是个天大的错误，它咿呀的嘀噜，咿呀的嘀噜，你踏上了不归路，别站，哦来来来来来，有点感觉哦，陈良哎，没感觉吗？妈咪啊！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，感觉像仿佛窗外的夜色。哦，它是什么？哇，你们两个同时念的，有出声音没？有，快来！我真的有出声音，两个同时念吧。你听那个谁画这个？可是哎，我都没有出声音。有，真的假的？我没有出声音哎。读啦。我就是特地控制好没有出声音的嘞。OK。那俺爸爸呢？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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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很熟悉。等一下嘛。有说一声。有看到那个灯啊，看到那个灯，没有，我看到手有点抖，就有。今天我已离不开你，不管你爱不爱我。你们两个，你也是吗？大力大力，不要这样大力嘞！还有吗？两次哦，动两次啊！他这样，送！来啊，开始啊！哎喂，喂你啊，到你啊！痛啊！我们可以做那个烧鱼费，我们可以做那个音效。我的模样，真是非常的感觉。做好没治安呢？所以是扭他们的，是扭。我一直要笑啊！我哪里要忍？我不要看 Rex 的，我没人问的哈。其实也是死吧。死在了。这才爽啊！你快回来，生命因你而精彩。你快回来！哎呦喂！这个很久哎，这个很冷，这老故意弄这久这样长啊，我的。来啊！哎，这次没有这样痛。大动作很多，犯下这些错，个人问看看我算病态吗？你当我四步吗？医生的演的好笑哎！文浩，你呢？如果你现在在我前面，我的头一定跟你拔下去。你好，哇，九九，这个爽吗？那个文通写什么？我要马来放生可以吗？你这个啊，哇哇，你讲这句话擦到我的屁股，你讲了这句话，他妈的直接丢给他。
又来呀。OK， 哇，然后你们全部都没有。Aaron 也是要笑是不是？他九九啊。OK， 那各位，这集影片就到此为止了，谢谢你们收看。你们有什么东西要讲吗 ？OK， 记得 follow 我。OK， 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OK 啦，你要讲不？哎呀，快点啦，快点啦，快点，快点，记得 OK， 拜拜。Okay, bye bye.